没办法。 Foodpanda， 哦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现在看着哦，只要点开 Foodpanda 的 app， 然后挑选你想吃的美食，加入后下单就会有专人帮你送达哦。你好，是不是你的餐点？看吧，是不是省时又方便？Hello， 我是盖伊，今天呢要来挑战在健身房吃完一万大卡的 Subway。我一个人挑战一万大卡，重点是没吃完不能离开健身房半步。我算过呢，一个六寸的 Subway 从最低的230卡到最高的570卡都有，一万大卡 Subway 呢差不多约等于20个六寸的500卡 Subway。女生呢一餐大概可以吃一个六寸的 Subway， 那男生呢大概是12寸的 Subway， 巨巨呢差不多是18寸的 Subway。但是我身为一个工商巨巨，我今天直接挑战一餐24寸 Subway。盖伊，像你今天如果拼不完的话，我就要这边过夜了。所以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开始挑战。现在就来使用 Foodpanda 点餐。首先呢，打开 App，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餐厅。那 Foodpanda 也帮我们分类好，有快速送达跟所有餐馆，那大家可以自己选择。像我今天决定好要吃 Subway， 就可以直接在输入栏打上 Subway。那它有分轻盈系列跟特选系列，那主要呢是差在脂肪的含量，它的碳水跟蛋白质差异都不大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减脂期的，我建议你可以选择轻盈系列。那像我现在目前在增肌期呢，我就会选择特选系列。我发现一个热量、脂肪跟蛋白质都特别高的口味，香椿培根鸡肉，哇，一个有将近600大卡，太适合我了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所以呢，我一共要订5个12寸的香椿培根鸡肉，加上5个12寸的水牛城辣鸡。我算过了，这样加起来差不多刚好是10000大卡。那另外呢 ，Foodpanda 他们结账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信用卡或是现金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信用卡的话，你可以现场付钱下单。哇哦，哇，这就是10000大卡的 Subway， 2个12寸，你看一下。我这么吃下去的时候，差不多会满到我的这个胸腔这边，再不赶快吃，今晚要睡健身房了。身为一个工商巨巨，24寸 Subway OK 的，工商巨巨也是不好当的，干干净净，12寸解决。我以前刚开始健身的时候，超爱吃 Subway，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好计算。如果你要比较控制饮食的话，你就可以少加一些酱。哎，盖伊，你喜欢什么酱？其实我最喜欢的酱是美乃滋，最肥的那一种。居然，看你这样子感觉快不行。哎，2个12寸哎，历史性的一刻，我的最后一口。休息一下呢，等一下。开始我今天的重训。又是一个愉快的用餐时间啦！我的第二餐，我现在要把它吃掉，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度。金老师，你觉得盖一些可以吃完这些吗？绝对不可能，真不可信。他在里头再吃2个12寸。好，晚上睡前再吃2个12寸，应该就提前。那你说睡前还要再吃2个？你太看得起我了。因为我问你，吃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最容易完成10000卡挑战？脂肪很高或者是糖很高的东西。什么东西脂肪高、糖又高呢？你知道吗？甜点或冰淇淋之类的。然后 ，Yeah。都是我的最爱。如果今天是吃冰淇淋挑战10000大卡，我一天就把它解决。最后一口，哦，这只是你的这一餐的第一根而已，对，吃完一半而已，不要得太得意。哇，12寸啊，各位。我还有个6寸。对，我还有72寸。
来，来一。哦，好饱。把它吞了。最后一口。没关系，你不要都吐了。历史性的一刻。还不到，才一半而已。好了，干干净净。我爱死 Foodpanda， 可以让我一直待在健身房，不用出去。App 点开，直接送到健身房门口。消化一下，宵夜见。好了，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快11点了，那健身房的人呢都回家去了，然后呢，我只吃了48寸，我势必呢今晚是要在3剑客过夜了，但是没地方睡，所以等一下我会跟我的伙伴在这边用健身房有的器材呢组一张床。第五个，我决定把它刻了之后呢，就睡觉了。这个伊万卡的沙威挑战呢，总共是120寸。那我现在再把这个吃完呢，我就完成了60寸。最后一口，今天就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好 ，Go Max。其实蛮雅致的，真的吗？你有这么，你确定吗？好像有帝王陵寝的感觉，好恐怖、啊。好了，反正明天我会早点来，然后再来，再来，我们就来收复原一下，再吃早餐。好，吃早餐了。OK， 明天 OK， 拜拜。好，盖伊，孤独的拉下了铁卷门，我天哪！来，好吧，后面还有这精美的小床。啊，来！可以起床了，吃早餐了。呀，妈超难睡。哦，看这个床还蛮别致的。我好累啊。吃早餐。一定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说，一万大卡分批吃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像我上一次100个引体分次做完也被酸。最后一口，吃午餐，但是我觉得呢，现场有点安静，我想来放个音乐听，来听个 We Are the Champion 好了。哇，这样就有一种 challenge 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就出来了，我很有这个气质。现在还差几个？总共还差3个。
到底是穿过吉野家？我听过吉野家，无需张，慢慢点，然后是富汤包。虽然说早上已经重训过了，但我怕这样子到晚餐消化不了。我休息一下，待会去做些有氧好了。哦，这样晚上再把那24寸解决。又是一个愉快的用餐时间啦，最后的晚餐，最后一个，你看，我的这个Subway10000卡已经只剩下最后这2000大卡。老实说，我现在呢一点都不饿，可我刚刚还做了那么多有氧，没什么用，还是很饱。这该不会是端午节吃到现在的粽子吧？巨石强森不是说一天都吃5000吗？巨石强森一天吃5000啊？讲他自己讲，跟我一样而已。他是正常，就舒服的吃哎。他5000吃起来是很舒服。嗯。好，解决一根嘛。好，我看你再不行了。这东西，蜂蜜燕麦是不错，这是家乡面包，有做一粒一粒的小颗粒。好吞了，太吞了，老白干。我们两个有没有办法挑战一餐10000大卡？就不管吃什么都觉得，我找我还没找到一样。我们64分，那个73分，然后吃那种炸鸡，然后点心就吃金沙小龙，一颗就80卡，一颗80卡，那很快，那个不可能会饱。100颗8000，100颗其实很腻啊。我之前吃个20-30颗就觉得饱够了，可是热量的确是蛮高的。我帮你把那个食物再往下面压一点。我要压我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我快要完成我的10000卡 Subway 的挑战。Finish！ 这个历史性的一刻，各位观众，10000卡的 Subway 总共花了2天。总之呢，不论你是忙到无法出门，在家追剧懒得出门，或者是在健身房深蹲完没有力气走出去买饭吃呢， Foodpanda 这个新世纪的伟大产物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简直是在家追剧在外健身必备好 app。 即日起到6月30日，用 Foodpanda 订 Subway 6寸超值套餐有半价优惠，6月全台免费外送。另外，在今年的7月30日前，使用我的折扣码 KGUY， 首次使用 Foodpanda 消费，只要超过300元，还可以折抵100元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看我们挑战吃东西？那如果喜欢的话，想看我们挑战吃什么，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是健人盖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